后呢，就飞往香港之类去吸收活动。就不是出席张志成的音乐会，然后当然表演嘉宾。哦，对，所以超时间也会他会上来唱歌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那是必然。对，所以呢，杜立成每天呢，马不停蹄的出现在不同的地方，出席不同的活动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其实蛮棒的，因为其实有工作嘛，那有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算是时常乐在其中的。有工作的时候，我这边特别开心，然后这边玩闹。对，所以是很开心的，开心就抱着愉快的心情去面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可是呢，就是在那些为艺人嘛，每一天呢，就是忙忙碌碌的，就很少时间跟家人或者朋友交际啊、联系。不懂的东西，真的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？这是一定会有的，因为像我们常在国外工作嘛，但其实现在科技真的很发达，就我们可以用视讯啊，或者是用电话，就可以跟家人聊天啊，或者是啊聊聊最近的情况。哪一个？这个排位就是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回到家，跟家人一起度过，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就有一个小小的假期。所以就是家庭团圆的日子。所以接下来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接下来最想做的事情，当然就是继续工作，继续。